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有礼貌的小红啊。今天来给大家拆泡玛特的女王节福袋。福袋里头呢有就是这个照片和五个盲盒。我的盲盒是小狐狸，我太喜欢小狐狸了，知道吧？所以来给大家拆。其实这套我好像都齐了，然后隐藏我都有了，但是呢我还是可以继续拆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拆盲盒上瘾的人，哈哈。我看你们都说好久没见我拆盲盒了，比较想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快递嘛，不是？现在快递恢复的差不多了，感觉就很好办，就是好弄了。对了，我刚才还拍了一个视频，是拆那个星座款的小狐狸，因为我星座款的小狐狸不是买了一堆嘛，然后那个到货的就是分批次到的货，然后这回的这个分批次到的，然后这回到的只有一个双子座，所以呢比较尴尬，我就回头把视频放在这个视频后头吧，成吧。我本来说拍一期视频的，结果发现太短了，就一个。看这是啥？哦，是这个趴着的小可爱。哎呦，这我还拆吗？要不然这样吧，我不拆了，然后我打包送给一个人，成吗？行吧，嗯。今天这个我都有了。这小狐狸真的超可爱，我爱死这个小狐狸了。我还特意新开了一个。因为我这太乱了，我找不着我那个刻刀了，我还特意新开了一个刻刀，结果发现这个刻刀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它这个是直接从这儿哈就开开吧，希望别有重复啊，要有重复呢我就送俩人，行吧。隐藏哦，不是，要有隐藏的字留着了啊。哎呦，我真是个坏人，我真的太贪心了。看看手气怎么样。不过这个小狐狸我觉得每个都可爱，我都喜欢。哦，是睡觉的，这个可爱的。哦，是这个，这个凶萌凶萌的也可爱。哎哎，走你走你。哇，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是这五个，那我就没有重复的，然后我就送给一个人吧，好吧。然后能看看这照片啊，封面上的碧琪还是挺可爱的。哇，好好看呀、啊。哇，这个好看的，哇，哎呦，茉莉这个也好看，其实虽然我退坑了，但是对这种东西还是挺喜欢的。这个好看的哈，这个照片啊挺简单的，我教你们怎么用啊，就是你搁上点水，然后看这样上班什么的携带什么的比较方便，是不是？这样就能洗手了。嗯，还香香的呢。这上班的时候拿这个小盒子搁在包里，然后或者出去玩的时候这样搁在包里头，然后比较随身携带，就比较方便，比较干净卫生，现在疫情这么厉害，就带着这个就是勤洗手呗，是吧？哎，不错的。然后我去洗手啊，等我回来跟你们说。哦，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哎，洗完了这个手特别滑溜。反正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反正勤洗手吧，然后屋子里头多通风，这个真的很方便携带，很不错呀。这小盒子回头就是照片用完了，这小盒子也可以搁一些东西，还挺好看的哈，挺好挺好挺好。反正他们家女王节有好多活动，满减啊什么，就像这个福袋什么的，你们可以去官网看看。我怕被当成广告被限流，所以就不多说了啊。审核大的，我这不是广告啊，我这个不是广告，我这就是分享给大家一下这个活动这个情况。哇哇哇哇哇，我这个比较色，同志们，我这个比较色很尴尬。那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了，喜欢的记得点个赞，然后还是老规矩吧，然后想要这五个娃的可以在评论里头发三条，不要太多啊，然后回头我抽一个人送了他。然后之前说要送给你们的六万粉和马上之前春节的那个七万粉福利啊，还有其实春节的春节福利，还有现在的七万粉福利，我都没发货呢，也都没开始抽呢。回头单出一期视频一块弄吧，好吧啊。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伙计们，拜拜，记得点赞呀。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有礼貌的拆盲盒的小红啊。我今天又来拆盲盒了，连桌垫都没换。刚才直播的时候，我之前送给我妈一个琥珀，一个血珀，这么大块，然后特透亮，特好看。然后它那上头是玫瑰金那个扣的扣。我妈就不想要那玫瑰金的扣，然后给拆了，然后我就以为会拆很久，我就开了直播，结果秒拆下来。拆下来以后呢，我妈说她那个眼儿太细了，然后我给她弄大一点，我就拿钻头钻，一钻不要紧，就是这儿哈，这一个大大的琥珀，这是那个眼儿，我想给它扩大的时候一钻，咵咵，
掉两块皮儿，然后这儿就在这个位置，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么深特长特深的一道痕迹，也不知道为什么弄的这痕迹，很难受。今儿给你们拆盲盒啊，我说这么多呢，我是想看看这个盗视频的人，他会不会连我前面这段唠家常呢一块儿也盗了。如果他一块儿也盗了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怎么说呀，机器人儿，知道吧，机器人儿，他就只管盗什么都不管。然后这个我看了一眼，是天蝎座，昨天拆过的，这边这个是没拆过的，这个是纯布，这个是天蝎座，我怎么老写天蝎座，这什么完了，同志们，我只有这一个可以拆，来给你们拆开看看吧，这什么鬼。那今天这视频怎么发呀，就拆一个盲盒，同志们，是双子的，太水了，买一送一的双子。这边是那个布娃娃，这边是那个不会念，他名字不会念，我的英语不太好。这就是那小狐狸的本体，这是他那布偶画的小狐狸，买一送一，真可爱，这个真好看。然后这个是有一张示范如何戴口罩，低某示范如何戴口罩，哎，我怎么弄脏了给他。看啊，有颜色的一面朝上，有金属条的一面朝啊，有颜色一面朝外，有金属条一面朝上，鼻子处口罩处于口罩中心位置，将两侧挂月后调整舒适，将口罩下方拉直遮住下巴，按压金属条直至鼻梁与面部，然后检查密封性。啊，这个贼像我家猫猫。今天视频就到这儿，拜拜。